阑尾炎微创手术要多少钱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常伟平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。阑尾炎微创手术费用的组成，我们一般包括几个方面：第一，这个手术费；第二，麻醉费用；第三个，微创手术器械使用费；第四个，手术治疗费；第五，住院费以及其他检查费用。这些费用加起来大概总共在10000到15000左右。当然，治疗费用之所以并不统一，主要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说你就诊的医院等级不一样，比如说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收费本身就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虽等级相同，但是区域不同。你比如说内陆城市，比如说西安是吧，成都和一线城市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，它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。第三个呢，比如说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一样，治疗费用也不一样。你比如说一个单纯性的阑尾炎，它的检查手段包括这个治疗起来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。比如说一个阑尾的化脓穿孔，有的甚至感染性休克，它的治疗起来可能会复杂一些，所用的药物呀、一些设备以及治疗措施不一样，所以它的费用也不一样，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来确定它需要花多少费用。